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怎么这么多啊？我只是想要路过。怎么这么多啊？ Here they come. 我在水里是不是太慢了？换打吉南了，换了哦。吉南出来我就换了，影片进度还比较慢。我只是要经过而已，怎么那么狠？Never know when I might need these. I 看叫他们自己打自己好了。是吧？好像这个不会发生战争。应该算坐骑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啊！很恐怖呢。Keep that for later. 准备去前面买东西。我到现在还没有走到我今天的目标。光是路途就够我手。卖点东西，稍微等我一下。啊，清出不少空间了。方向，这边。So much for being careful. Hey, why don't that go on then, though?
把艳阳武器解出来，还没去啊？听说要可以覆盖那个雷霆牙跟青牙者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先去解炼铸厂，正在路上呢。结果网络终于恢复了，对啊，终于。最后还是乱弄弄好的，完全无法理解。不用呢？不用吗？我雷霆牙跟青野者都没有用到覆盖，是哦，好哦。Can't be too prepared. 先开萤火，然后再进去，不然等一下死掉就飞很远。炼铸厂就跟我从来没有过的恋情一样，不会被炼铸的炼铸厂，什么跟什么啊？商务员啊，姐之前先打掉他们的炮，好哦。I'll tuck that away.其实这样沿路剪下来，我的药草也快要两条了。这条路好像什么小径，那边散步野餐应该散步野餐应该很不错，就遇到一只可心者。姐之前为什么要先打炮？因为要用到吧，他们身上的炮可以用了，先搬到滑下去的地方。原来还可以这样先准备。哎、欸，你让我看你盾爪。I can still get the upper hand. 没有炸掉吗？我看起来这个极难真的有上升不少哎、欸，之前一发就掉了，有差，差蛮多的。等等，你太多只，打一只引出那么多只。长颈鹿你还没解？对啊，我打青眼者跟雷霆牙超虐，你死很多次哦。为什么手带了整只机器就趴了？这设计根本有问题吧？痛吧？受到重伤。所以他必须要趴下来休息一会儿。Slow and quiet does it. 这可是毁灭世界的机器耶！哇，这么多，这么多的话就是打架时间啦。
我嘞，你干嘛直接看到我啦？不是这样讲好的吗？直接让我跑。我虐他们这样子啊、喔、没钱原来他们是赚钱的工具吗？我以为机器人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受一点小伤就倒地不起。 That's it. I'm already gone. 我觉得会受影响还是会受影响吧，我就不要再回去跟他们斗了。市值太多了，没有料到会那么多。我觉得换吉兰真的要小心一点。人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，打机器强上不少。你怎么可以逃避？我反正我的目标是炼铸厂啊，而且我到43等了，没有问题的。这车是 Zeta，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。Ouch！ 小咪，追踪者。而且我被发布了，还三只哎、欸，这个我可不可以覆盖啊？追踪者，不行，有的受了，我只想进门。来之后还蛮脆的。Keep quiet now。这是大概知道我的位置啊。这里。剑，等一下，拿错剑！快啊！死！啊，那个先让他爆。这样好玩多了，走吧，来挑战炼铸厂。不过这个我要怎么进去嘞？会不会是这条山上？我可能要从山上某个洞进去。
然后这个大门是进不去的。还是说是这里没有这么远？红眼的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没有看到上面的守尸者吗？密道在附近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原来是躲在这里啊！等等，这个会滑啊！喜欢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